什么东西？冬天不能没有它、啊。我老婆啊，很简单啊。哎呦，嗯，求生欲望。看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我听到一个好像锯东西的声音。他在那里。冬天不能没有他、哦。大哥你好。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秀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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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杠姐，杠姐，请问一下哈，阮即马找到一个物件，叫做冬天不能没有它。嘿，是啥物物件？伫恁家吗？恁即马在做？烘炉。烘炉。等一下，但是它有符合，就是即将见一次少一次吗？无人在做啊吗？嘿，即马应该全台湾应该只剩我们。在做，其他全台湾只剩你在做，因为其他的都是要大陆进口，手工台湾就只剩我们家在做。你现在在做吗？这里要做成烘炉。对对对，这个呢，这个撒成泥浆，然后跟那个就是米糠，米糠，哎，烧成的灰烬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呢，你要不要一下？完全没有概念，因为什么东西？烘炉哎，我们也没有做过烘炉啊。哦，请问一下，因为烘炉有很多种，你那种就是那种，比如说。我如果刚被关回来，然后我阿妈会摆在那边，然后放木炭，然后我可以哈鬼那个。可以，昆山子兴趣都可以用到。哦，那我知道，那当然很重，然后就感觉很像阿蒙陶。如果说是这个，就有可能阿蒙陶者呀。对，因为它下面那个不是阿蒙陶者，不是。嘿，我们都是土。而且你还刚想说他有用什么糠，米糠，就是我们这边烧窑厂买那个买它的灰烬回来用，嘿，它跟这个黄土泥浆混在一起，粘性的泥浆。就是人家挖地基跟他买，所以他非常耐高温，可以耐高温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做出来看一下，看到才知道。我现在完全就不煞茶，怎么做？你现在怎么做？现在就是教我们一下，黄土，跟水混在一起，要把它打成泥浆，让它比较有粘稠性，才能跟那个米糠混在一起。这多深啊？这里面？其实没有很深啊。我来试试看，这是开关，然后按下去。其实很好玩哦。哎呦，哦，来洪正来试一下，對，按这个扳机哦，对对，就这样按住，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分，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分，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分，不是啊，等一下，要再深，不要把它拉起来，你先插进去，再出力，对，嘿，对，你先，哦，叫我会，让它在水里面打，要插到土里面吗？也可以啊，大概一半就好了。你有搅和它就会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这个画面多养眼，放，我已经放了，你再按一次，它就会开关，就会。你怎么了？而且为什么关不掉？哦，你摔啊？怎么样？这机器哦，跟粉丝一样，看到偶像会紧张啊。它怎么了？没有，可能卡住啊。卡蛋，要拿起来的时候要先把它关掉，不然会喷个整个都是。所以它现在是我们是把土放到这边，对，然后跟它慢慢把它搅均匀。对对对。啊，打完变成浆要放多久？没有，就马上放出来。哦，就可以用了，就可以用了。就放水下去，然后跟那个混在一起。好，那赶快打一打，洪正，赶快打一打，就可以去换，不要打太久，洪正。我有点抓不到感觉。小心哦，小心一点。我这个会。哦。小心。大家小心，很强哎！对啊，就是人家在打那个水泥泥浆，水泥跟沙混在一起那种。在里面，它卡住了，它卡住，它又卡住了。好吧，没问题啊，你再按一次，它就会，再按一次它就会停了。它不行，感觉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止住它？感觉像个很生猛的海鲜，你知道吗？收不住，它钓到鲨鱼。哦哦哦！而且我怎么抠那个板机，它就停不下来啊。好好好，算了，这种让老司机来好的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稳定性很高，你看。我要不要试一下？对啊，我已经擦这么久了。哦，安利哦，安利呢？我觉得安利呢，我觉得你也蛮弱的。哦，是不是很大尾？抓不住人吗？啊！卡住了！再按一下，它就会起来了，它就会停掉了。哦，稍微因为它的开关的。哦，对了，它再按一下就会起来。我怎么才打不到一分钟我就累了？机打了，机打了是。哦，好了，我们把那个水放过去，要来浇黑。现在差不多吧？还没嘞，还没。因为它现在水太轻，它就不能跟它混在。哦，不能，没有那种粘稠性，要打到粘稠哎。
哎，来来，这个是这个可以踩进去吗？可以可以。这都是灰烬哦。可是我等一下会放那个泥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黑色的。泥浆跟这个黑色的那个灰烬。你不是这头最阿蒙头，不是这样一圈？嘿，然后中间不是水？但它这个不是，它这是烧用米糠烧出来的灰烬哎。所以现在我要去放泥浆。好，你放泥浆，你放，啊，水就会进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所以脚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要离开了？对，好。他怎么放？欸，他做好了，他比较高啦，他把洞打开，他就流出来了。他现在就是把水坝的闸门打开。没来啊？欸，来了。哦。你把。要放多少？抹茶拿铁。就放你要拌的量。你这样子量能够做出几个？我没有实际去数。就是要大概，就是我们都做完，然后就没有，就再继续办，再继续办。啊，就问一下吼，这黑色的叫做灰烬嘛？哎呀，这种方法是你阿公给你教，还是你去倒学？你去倒学？从我爷爷那一代传下来的，哎，到我这边第三代。其实我本来不想做的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那你不做就没人做了哎。对啊，所以。阿公是安怎给你交代？你佫无做？你叫我会当做就做，你看做嘛，这小孩都有这样啊！你会当做就做，但是我听到就是无要做。好了，我帮你办，我帮你办，怎么办？可是我们通常都会脱鞋子，因为这要踩到水里面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。啊，登架卡就对了啦，猜拳了，来。老板你也来了，来了，坐位。你以为哦？你阿公就跟你说，哎，当走都做啊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做航空的机会。对啊，阿公跟我说，能休息就休息。那是你阿公的事啊！来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耶耶耶耶耶！哎，加刀加什么？加刀加布，加布加布加布。我阿公就跟我讲，唔好出布，结果我搁出布了。你阿公跟你说要出什么？等一下，那我是哎，这招好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兄弟不要自相残杀，要一起啊，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不想要一个人这样可以会坐很久。感谢主，今天的阳光多么的完美，而且今天不用戴口罩，哇哈哈！哎，他又要翻出来了，这么多哦？对啊。哎，我们坐两个就好了啦。他想坐两个人，两个啊，坐两个啊，坐那个大的。你会用在听哦。哇，帅帅帅！哎呦喂，没看过偶像多情啊！哎呦，哎，真的吗？男神多情，我在讲他哦，我在讲他。我想说我在拖你，都在看呢、啊。我在讲他。然后步骤就是，过来嘞。好了，步骤就是把这个灰烬挖到这个泥浆里面来，开始动作。这里呀、啊？对对对对，开始动作，开始动作。哇，在外面的人挖，啊，在里面的人去拌。可以可以。好，你们去拌，你们去拌。要拿这个，这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踩进去用搅拌哦。对对对，所以哎、欸，这个就是搅拌的由来啊。冰冰凉凉，很舒服嘞。很滑。你不要骗我，我不会踩进去的。原来种田就是这种感觉，好舒服哦。哎，它这个其实你摸摸看，它其实它真的是灰烬，它不是沙哎，它是米糠烧的。哇，好松哦，我超松的。哎，它是屑屑呢。对啊，真的是屑屑。对啊，它好像在撒盐的感觉哦。对啊。好酷哦，好认真办哦、啊！我这边要不要？啊，我这边要不要？不要！哎，鞋子脱掉了，下来了。小心小心！我的鞋子。为了跟你们聊天，我先把这里填起来，我才不会踩到。真的是用脚去办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这样，那我就不用拿这个，就跟它混在一起啊。这个是让你全家不滑倒的吧？拌完之后再把它挖起来。哎，其实你就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在那边玩泥巴，这样玩多久了？两个月。哎，我怎么听说有一个事情是他中间为了不想做，跑去当兵，而且还签志愿役，签十年。哎，你这样，你人家是逃兵役，你是逃航楼。对，我是签了二十年，人家签二十年，有无？所以你现在军官退伍啊？对啊，我七月退伍。你为了不做这个，去当了这么久的兵，你现在才做两个月。我放假回来都还是会帮忙。你给他做咖喱娘，你平时啥都无做，给他做咖喱娘，哦，气死你，真正好耶。那句怎么讲？咖喱啦，咖喱啦，学那个啦。你是偶像，你是偶像，你不能学啦。假日啊，假日学，做假日的，只做假日，假日班啦。不是，我从国小就做到。就一直帮忙。有啦，小时候就有一直在做啦。要多一点，他才能。还要再多，还要再多，还要再多。好，这个土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。哎，就剩的啦。越来越稠了。
对，越来越稠了，要整个变成凝固。哦，哇，喝完了我知啊。这是抹啊，这个土就是刚刚你拌完的那个土。对，然后等它稍微干一点。要全干吗？还是不用不用，就像这样。现在这样可以。半湿半干这样。啊，但如果它干成像这样怎么办？啊，就跟湿的混在一起就好了。哦。因为有时候土太湿就要跟干的。哎，这个很硬哎。我做一次给你看。好。先把它弄大概弄平。嗯。还要倒。对。啊不。把它压扎实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哎啊，这个如果我们的夯楼碰到水，它会恢复成原来就是土吗？会啊，会融化，会融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可是没有那么。但是不会有人把夯楼拿去泡水吧？不会，就是夯楼夯一夯觉得它脏太脏，拿去洗，就一洗洗奇怪，外夯楼那也不低。所以它碰到火，它会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。但碰到水，它就融化了。它融化了。哎呦，其实蛮环保的、啊。跟我的心一样，吃软不吃硬哎、欸。快真的吗？嗯，呵，就这样。然后嘞，磨平。这要晒多久？多久会干呢、啊？通常这种天气三天。三天就干了、嗯。这种大太阳就三天。那、啊、你要怎么取件呢、啊？转起来、啊。我转一转。然后拿起来。粘住了。它不会掉下来吗？不会。粘住了呢。把它定出来。哎、okay. 欸，哦，对，啊，为什么要压一个那个蚊香？那不是蚊香，啊，我压那个干嘛？那是铁子。铁子哦，后来来换我来做。一开始就把它全部填满。填满对，然后两只脚要踩着那个。两只脚要踩着，不要晃。哦，是哦。大美瑞呢？哇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以前这个真的都婚丧喜庆都会用到哈、哦。对。要弄扎实一点，不然弄出来它会散开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弄很扎实了呢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会当兵当好好的啊，就想到要回来接了？爸爸就中风，身体不好，退休。因为真的不接就没人做了。如果像这样的东西，如果没有人接，它真的就消失了。哎啦，兵还有别人可以当，这个只有你可以做。兵我们去当就好了，你回来做这个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脚受伤，还要赶快想理由。对，然后这样再把它敲一敲是吗？这个这样。对。哎，我这样倒的过程中它湿掉了，为什么？它变黏了。它有水分。这里面还有水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出浆呢？哇，变水泥的概念。好了。老祖先的智慧啦，真的哎，你随时好会用。米糠的那个灰烬下去弄，然后碰到越晒越烤越干越硬，看谁失败，不可能失败好不好？这不会失败啦，这么聪明的学徒一起的，你拿看看，有时候会没弄，拿看看拿看看，它拿起来就会直接拿吗？直接拿，转先转，让它转一转，这样对，再这样整个锤子要弯腰。锤子拿，不帅，可以干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没做好，没做好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关系啊，再做一次就好了，一回生二回熟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这个节目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做好，做到好才可以走，这样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是，就是我这要怎么解决？怎么重新打掉重弄啊？打掉重练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那我来试试看我的哦。老师哦，我就跟你讲，它会变，它会出水咩？你们都没有吗？哦，我就说一开始没扎实，它就会。哎，它你翻过来，它是不是没有扎实？哇，好有特色哦！什么特色？不错啊！偷工减料的感觉。哎，很难哎。要有一些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经验值，要不要做？对。太湿了。哎、欸，我锤了，不用锤了。哎、欸，你把它锤，你怎么会把它弄那么湿啦？我就跟你说会出水呗。我刚才就说拿不起来，会粘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我要取件哦。取，看三种的失败方式。啊、你要踩住，怎么像布丁一样啊？你那个哎、欸，你土壤异化了。你拿不起来。我已经异化了。它会粘在上面。你拿拿看嘛。上面。
就是酱就黏模具啦。你狡辩，人家虽然做两个月，还是比你行的。啊，那安尼啦，这个很难呢。可以吗？好像要，好像要从打底。其实月兔在月亮上也没有比较轻松啊。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形容成月兔？我想说这个动作像是倒月饼之类的。倒药兔。哎，我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次应该 OK， 我不能弄太久。这个难怪会失传，失败率太高了，没有什么成就感。没耐心的人一下就不想做了。要保留下来很不容易。哎、欸，哦、欸，看一下，东哥成功了。哦，哦，破掉了，好漂亮哦。你过了、哦欸，我可以回家了。你过了是不是？我过了。那来这边坐一坐。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学会。各位观众，亲像飞龙飞上天啊，有了。比我还多。哎、欸，你再想下嘛啦。后宫剪掉。他全部的，你翻过来看，翻过来看。我浪费。这个步骤是怎样？他们在干嘛？就是把粘三个角，让东西锅子上面可以放东西。哦，还可以修补掉。对对对对，把它固定。那你刚刚那边应该都可以了啊，对不对？像这样子的，你说这个 要再补？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刚才做的其实都过了，其实是可以，因为这都可以补啊，就不要太夸张，太夸张就可以了。啊，那这一个部分为什么你没有做？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的学着，因为回来的时候只有两个月，还没有学到，所以这个比较难，是不是？这是很难的吧？的部分吗？技术性，技术性的。你看他们这样做，每个都有脚都做得很好、欸。问一下姐姐，做多久就知道了？对啊，是啊，你做瓦固啊？做瓦固做多久？五十年，五十年。那是我妈妈。哦，阿妈妈，哦哦，阿姆你好，当牛你好，当牛你好。五十年的技术你也看没？我们怎么有办法？对恁爸爸给你教到这吗？祖公公公阿公公公公公公公啦！哇，哎、欸，十年的功力，当然、欸、但是我刚才有发现一个那个、欸，你这个外面是什么？鱼罐头，这是罐头哎、欸，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三观鱼罐头嘞。对啊，我们都是买废料。对的，就是有一些印制还印多的，还是印 NG 的那种、哦、比较他们废料。对 对，他这样也蛮环保，捡人家废料、啊、就不会再浪费啊，比较便宜的收它，对，而且还帮对方打广告。其实整个都蛮环保的，它就是水跟那个烧过的，它也是人家烧过的那个米糠，下来做，只有最后这一部分是用到水泥。哦，这边修补、這個、修补用水泥而已，但其他部分基本都是重新废料再拿来的，就是最后的成品。哦，这个是最后的，哦、最后的大卤的做出来长这样，是不是？大卤呀，好，这也是后来挖的吗？对对对，对，就是最后的成品，会变这样。很重吗？就当有重量，有，不会到很啊，但有重量。刚才也还好，对，也还好。后来哎，认识了一个，就是即将哈。见一次少一次，如果没有人再继续传承下去，如果他又跑去当兵，就真的没有了。而且像这个东西，我小时候在阿妈家有看过，后来就没看过。你刚才问阿妈拢行啥？行啥？鱿鱼啊！对对对，还有鱿鱼网，鱿鱼啊！啊，上面有时候会喷一点点那个米酒之类的，低度的米酒，用这个烤。你看你都不知道，用这个特别有味道。好，行，阿兰接下来来去对。我们回去做个聊个天，做 ending。好，行。哦，哎，今天真的收获满满，收获满满，收获满满。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哇！谢谢，今天真的是把所有嘉义的秘诀，对，挑了几个出来，然后把它公开了。我一直以为就是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多很厉害的秘诀，我应该都知道，想不到我不知道的东西还这么多。夯楼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以前有看过，我不知道它碰到水它就会瓦解，然后越烧越硬，越烧越硬。这件事情，这个是一个隐藏的知识。明白。那你今天弄到全身泥巴，感觉怎么样？怎样？蛮好玩的，因为我是第一次玩，所以抱着新鲜的心态。OK， 很难想象说要把这么古老的工艺延续下去，每天都要下去那个泥巴做，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心情。就像你在做那个汤也是一样啊，他一天要弄这么多，
100份，真的想到就蛮多的，蛮多的。嘉明雪，原来以前是这样做，你也没尝试过，完全没有。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你没尝试过的，我真的分不出来，就是猪血跟鸭血膏之间的差别，看不出。但你今天吃完了3杯的米血，我回去会试着把它加这个花生。花生粉，花生粉，花生粉，真的是一绝，真的蛮厉害。莫名其妙，那个里面的那个味道又突然间跳了一个层次出来，很高兴就是被邀请一起出来，其实嘉义这个地方玩，他都躲在家里面，这一次可以出来走一走，对，下次要再叫他出来走一走，不要一直躲在家里。那你现在有很累吗？今天还好，今天就觉得很充实，对，跟两位前辈出来就真的觉得舒服，然后又很有知识点啊。不会有那种给我那种话塞喊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很谢谢两位前辈。哎呦，今天我们已经很话塞喊了、啊、真的吗？可是感觉是舒服的，就是没有被欺负的感觉。你不觉得我什么都叫你先喊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哎，希望你下次再来玩呐、啊。哎、欸，要常出来玩啊！就再来玩，开心再来玩。对啊，把偶像带出来。哎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好，一定。下次我不想再看到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哦耶！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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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